这个人帮我带一下。我说好，结果我把他带出来了，在中国大陆也有名气，演讲也很厉害，原来踏舞台的，我教不得，演讲厉害，什么叫这么厉害？像习建军老师一样，啊，比习建军老师年龄还大，还稳重，啊，能量更强，在中国大陆很火。那跟他一提那一帮安迪老师120弟子呢，对我都比较利索。哎，一了解杨老师是义务帮我们训练，我们都全部有安迪老师，那杨老师真的太棒了。但是对我们一点都好老没自信了。杨老师你也收弟子吧？我说你们都成功了，都这么有钱了，你还让我收什么弟子呢？还需要找我学？对，我们找你学，我给你付学费，我们要心安的，关心好不安。我那时候是。